还好吧，我也不理这些。哎，不行，怎么样都要懂一点点，这样才可以学习理财呢。哎，怎么说呢？你看啊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我们个人理财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，但是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们等一下问福利教育这个专家吧。